人一搭相应换，罪行剪影给人探，悬崖之上志而不惧，朱颜里面又长义，长义炼柔欲何威，催动观众的泪水，催人泪下的电影，观众人静都哭中。悬崖之上谍战片，这部电影不一般，真实场景来展现，好坏观众说了算。想起曾经的三爷，缅怀过去的岁月，历史故事来见证，前辈事迹来歌颂。哈尔滨的冰雪城，秘密行动在进行，敌人布下了陷阱，天罗地网都在等，一场彼此的行动产生落差的效应，悬崖之上生死战，你要不服咱就干。电影导演张艺谋，导演手法数一流，这场生死的角力紧张酣畅，有刺激，有明线，有暗线，关键时候都出现，为了战友早脱身，明线暗线苦打拼，卧底暗线最艰险，面对质疑要坦然，只要稍微露破绽，生命转瞬就黯淡。面对战友的牺牲，听众一定拎得清，情节曲折来展现，惊喜接连来出现，敌我双方两阵营悬崖之上来交锋，面对人性的复杂，极端环境乱如麻，人物灵魂来刻画，英雄事迹也留下，人物角色来塑造，整个剧情都引爆。张译为啥会爆红，总在敌力中前行，剧中角色来饰演，层层抽丝和剥茧，有冰冷到火热，反差很大的性格，别看表面非常冷，爱恨情仇全都懂，哭戏还属秦海璐，表演张弛有度，他被特务来软禁，默默哭泣无限恨，不动声色的哭泣，理性柔弱来演绎，别看革命利益之间，崩溃就在一瞬间，老戏骨叫于和伟，表演堪称为完美，淡定冷静的态度引发网友的关注，捍卫革命的先烈，保证故事的衔接，以命拿命来接力，抵抗到底是必须，茫茫雪地的背影，故事前线和一冬，有血有肉男子汉，真实场景来展现，故事情节很客观，各种悬念留心间，全是人性的光辉，这部电影应该追，这个应该追。保佑白白和出轨，陈羽凡宣布退娱乐圈，冯鑫工作室员工集体辞职，王鑫凡红沙都在堆，闹乌龙的萨拉评委会，凡也作品特务出错，明知为何笑而藏，微博互撕，网友们大呼狗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